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我们将继续喜马拉雅山的旅程，你准备好了吗？现在我们正徒步前往 Bijli Mahadi Mountain。 那这个 Bijli Mahadi 的寺庙位于库鲁山谷的高处，海拔约2460米。这座寺庙它所侍奉的主神是湿婆，那它这个名字 Bijli Mahadi的名字，它意思是闪电之神。据说是因为寺庙的 Shivaling 就是一个湿婆的象征，经常会被闪电击中而得名。根据传说，主神湿婆用闪电来保护这片土地。每次当闪电击中寺庙内的 Shivaling， 当地的祭司就会用天然的材料来修复它。那这个仪式象征着自然和神灵之间的联系。许多信徒也相信在这里祈祷能够带来平安和保护。我们会稍微拿水洒在那个盘子上面，然后稍微洗一下，让它清洗干净一下。 And then one of you who would like to, you can use your hand, right hand to eat food. 那一些同学呢，如果你想要的话呢，你可以用你的右手来吃饭。Hello，Hello， 大家，我是静妮，我是 Haley， 我是 Jenny。然后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在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 Energy Point。对，我们走上来很辛苦，很辛苦，非常辛苦。我们在这里就是做了冥想啊、静坐跟吟唱，开心，很开心，很舒服，跟西雅大师一起唱歌跳舞。对对对，就是、很开心，一连串的唱歌跳舞，跑跳。能量很高，对。好，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要下山了，下山还有一段路，非常长的一段路。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现在要前往的寺庙是 Sri Hanugi Mata。这座寺庙坐落于山坡上，俯瞰着 Bass 河，周围环境非常的壮丽。那这座寺庙它所供奉的是 Hanugi Mata， 它被当地人尊为保护神，能保护信徒免受灾难和带来幸福与繁荣。这座寺庙的建筑融合了传统的喜马拉雅风格，它的寺庙结构简单但却非常的有特色，而且它内部的装饰着非常精美的雕像和壁画。这座寺庙的环境非常的安静，所以呢，它也提供了一个宁静的地方，让游客和信徒可以进行冥想和静思。从这座寺庙可以俯瞰到河的壮丽景色，所以呢，这里也成为了一个非常完美的灵修地点。第三天，对，我们到了。等一下，我先讲一下这个名字非常难念。Hanugi Mata， 它中文是哈诺吉玛塔庙。那它呢是山脉的主宰力，它是带给参与者来到这边呢是保护跟知识。我们将女神献上灵性的祭品，会带来吉祥，修行者的吉祥。然后这个地点就是能量很大的一个能量点。啊，在上面，在上面，看到吗？在上面的那个，这个，所以我们是弯着脚，对，要走上去的，走下这个建筑物，然后再弯着脚走山路，然后去搭一个水上缆车，过到对面，然后到现在看到的，我们就这样弯着脚走上去，楼梯爬上去，这么远，而且到了那边要围上这一条，也是尊重，女生要非常恭敬，跟大家分享一下哦。
现在我们来到了这座寺庙，称为 Sri Vasishtarang。 这座寺庙它供奉着圣人 Sri Vasishta 和主神 Sri Ram。这座寺庙距离 Marina 镇约3公里，坐落在美丽的喜马拉雅山脉中。在完成了寺庙的祭拜以及接受了祝福之后，我们就围着这个寺庙坐下来静坐冥想，以及唱诵着主神 Ram的这个梵文。Sri Vasishta 是印度教中一位伟大的圣人，也是史诗《罗摩耶那》中的重要人物。他以其智慧跟教导著称。那这座庙的主神 Sri Ram是印度教中的七大化身之一，被视为理想的国王和人类的完美榜样。这座寺庙是当地的居民和游客进行祈祷和冥想的重要场所，具有深远的宗教和文化价值。所以我现在有点害怕，但应该是没问题的。我们现在要前往下一个目的地，是一个瀑布，称为 Jojini， 是以当地的女神 Jojini Mata 而命名。从照片中你也可以看到，就是要到达这个瀑布的路呢是非常的陡峭。终于到了。Jojini 瀑布被当地人视为神圣的地方。根据当地的传说，这里曾是 Jojini 女神进行冥想和静修的地方，因此这个瀑布具有神圣的力量和灵性的意义。那我们到达这个瀑布，会在这里进行冥想跟静坐，以及接受这个能量的祝福。好大的瀑布，好震撼的。对，上面有点蒙，因为有水珠。还好有那个俊的手机是防水的，所以我们可以录这一段。太震撼了，这也算是喜马拉雅山上的一个瀑布，神圣的瀑布，神圣的瀑布是一个能量点。然后我们很辛苦的爬上来，非常陡峭，然后在瀑布下静坐了冥想。还有大家都在这那个人水浴，排队这人水浴，都要给喜马拉雅山水净化一下我们的能量，太开心了！upgrade 加油！真的很开心耶，我们做到了，对，太爽了！等一下，等一下。
我们呢也想把这个祝福送给你们。南无喜马拉雅，南无喜马拉雅。谢谢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不要忘了要点赞、订阅并分享，以及开启你的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我接下来一系列的喜马拉雅山之旅的分享哦。那就这样啦，拜拜。